真的动画让人身临其境，却需要大量的高速电脑运算才可以完成。国家实验研究院打造了台湾第一座以超级电脑建制的云端算图农场，协助国内 3D 动画创作者缩短制作的成本，并且降低成本，展现了无限创意。那各位请看一下您左手边的这个画面，它实际上是比较低精细度的。那右手边这边呢，它提高了大概10倍，它的计算时间呢需要耗费到1000倍。要呈现高精细的动画，需要有高资金和高技术门槛，这常常让国内的动画创作者望之却步。我想大家都听到说做动画很贵，但贵在什么地方？其实这个算图就是一个很大的费用来源，因为我只是想试一下效果或怎么样，就要看一下，就花很多钱。国研院国网中心整合自建的 Formosa 从级电脑，建制巨量储存空间和高速传输，来建立 3D 动画运算平台。能够提供给我们不只是协助研究，对未来我们所需要一些文创产业啊，一些媒体朋友所需要的，我想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所谓的云端运算的这种方式来使用。云端算图农场的设置，加速动画制程并提升品质。半年多来，已经支援多部动画影片，并进军国际动画影展，获得佳绩，展现台湾动画创意软实力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黄定国、林秋霞，台湾新竹采访报道。